刚刚杨静在唱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徐锦存的脸一阵歪一阵，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、啊。徐老师，是什么事？应该这么说吧，其实，你的声音跟你的演唱我一直很喜欢。那我觉得这首曲子，其实原来的编法，我觉得你一定能掌握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改编版，那改编版它有它的一种曲的风格，还是另外一种了。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个风格的掌握，包括里面的跟歌的跟身体的一个律动的感觉，好像很深。所以呢，前面还可以过得去，但你越到后面，我觉得越有一点尴尬感。怎么说呢？比方说我们讲比较明显的，像你有一些音拉长以后有一些变化的音，然后你的那个感觉没有到那里，尤其到这个曲子的最后，你尾奏的时候你又也是唱了一堆这样的音，没有很需要讲，前面还可以蛮成立，但是觉得跟乐风有一点点没有很紧密，但是越到后来感觉这些地方漏了破绽。但是你今天是未眠者，老师也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就消失了。黄志平老师请。其实倩石的唱功呢，我就一直都不能否认。OK， 你就是有那种大炮型的哈，然后你唱比较西洋风格的，或者是比较新的音乐呢，其实你掌握得很好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你唱功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只是我也是觉得，就是这首歌改变成摇滚乐以后，有比较好听吗？好，我觉得绝对不是说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会觉得这首歌原来的慢歌比较好听。其实我们当制作人，其实耳朵都是很客观的。那我会觉得这个呢，对我来讲，我今天会有一点存疑啊，我会有一点就是问号，就是说改编这样有没有必要这个样子？来，周志平老师，其实你今天是很危险的。那我自己是认为呢，这首歌，他既然要改编成摇滚版，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唱得比较好听。那因为这首歌它的音域很宽，前面是很低的音，很低的音进来，其实照常理说它不利于摇滚唱法。前面 A 段那个气音的唱法其实不需要改，只是不要把尾音拖得很长，这样而已。可是呢，你是连前面都改了，你前面就硬进，前面硬进的话，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的气氛抬不起来，所以大家会听得很累。到底什么时候到高音？因为前面一直在低音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用情感去唱，因为你抛掉那部分了，所以会变得很尴尬。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。然后到后面有一点把握的不是太好，就是音准的，因为我也很少听见你音准出现误差，可是今天的音准其实也没有那么完美，就是在高音的时候，那加油吧。天哪，会不会真的那种结果出来？确实，你觉得呢？你今天表现？其实这首歌我选这个改编版，是因为它让我很有感觉，嗯，对。然后，所以我其实，在歌里面我是有设计一些，我有觉得我放感情进去唱，然后设计一些就是比较，怎么讲，比较压抑的情感在里面。那可能就是像老师说的，还没有把它掌握得很好，所以导致听起来会有一些就是好像不是那么进得去。是，对，那不一定结果坏，也许老师把你定在95分为标准啊，所以讲的可能会比较。对了，老师一直以来对于未眠者的要求都会比较高一些。可是你的粉丝已经七上八下了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到底能不能顺利过关呢？如果今天低过92.8，三位都是获得救赎了，黄色的这个贴纸也都拿掉了。我评审还是未眠者赢了哈，来，评审，请给分。杨倩石得到的分数来到90、91、92。
小数点继续跑，恭喜得到92.8分，卡关一关，持续卫冕四关，奖金维持8万元。对，信点啊，刚刚有没有下一跳坐上去？对，没有，其实心里还蛮紧张的。我刚刚讲对啊，对，我只是在保住那张黄牌，我没有要做。因为上了卫冕者，其实压力更大，就再见啊，只要一下来就再见了。但这边也不好躲啊，两张黄牌也再见了，我都快胃抽筋了，我的天哪！但是真的评审也不是空穴来风，你回去自己看播出，一定是有表现不够完美。如果很完美，你今天一定是93.4，93.2这样。那这首歌一定有它的难度吗？是，好吧。但是也给你稍微警惕一下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回顾今天所有的战局，让大家呢温习一下功课来一看。现在我们高手组有三张黄牌，是青少年组两张黄牌，对明星组也三张黄牌。下周是生死存亡之际，一定有人会离开这个舞台，各位要替你们喜欢的选手打气加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是，再次谢谢所有选手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让我们节目呈现这么高水准的演出，谢谢现场观众朋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更要谢谢很辛苦、另外一个精神分裂的 Number One 评审团，谢谢。谢谢评审老师。更感谢用生命伴奏的孔锵大乐队，谢谢。谢谢老师们。更感谢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鼓励、打气、加油、支持、鼓励，感谢你，我们把节目会做得更好。更别忘了每个礼拜六的晚间8点守住民视，收看我们的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， 下周见喽。